特别精致，特别好看，所以我一下子就看上这个乐器，就学了，学学就我就投入里面，我就爱上艾捷克了，一拉就是20多年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疆艺术剧院木卡艺术团一级演奏员谢尔纳雅科夫。我手上的这个乐器，我们维吾尔族弓弦乐器之一艾捷克。刚才我演奏的曲子是十二木卡姆里面的第十套马瓦木卡姆片段。艾捷克是维吾尔族弓弦乐器之一，先流行于新疆各地，是木卡姆音乐中的主要演奏乐器之一。艾捷克有高音、中音、低音。我手上的这个艾捷克是高音。艾捷克有四根弦，有 so、re、la、mi。艾捷克的木头是桑木制造的。这个艾捷克有两层，里面有一层蛇皮，这里面的蛇皮就是起到一个共鸣的作用。有那个哑哑的声音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琴腿有个转的琴腿，这主要是演奏时候这样摇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，好拉一点。大家看，这非常精致的这个图案，都是牛角和贝壳放在上面一个一个刻出来的。艾捷克的作用在木卡姆音乐里面，还有民族乐器啊、歌舞里面特别重要，它的那个民族味道特别重。比如说我们在艾捷克有个特别有味道的地方，给你们拉一下。这个艾捷克是五品乐器，跟那个小提琴相似，也可以拉小提琴里面的曲子。我从12岁开始学艾捷克，我从小喜欢跳舞，后来小学毕业，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专门上音乐的学校，然后我考上那个音乐的学校，初中就让我们开始选乐器的时候，我就根本不知道这个乐器，后我上了艺术学院。分配到木卡艺术团，在这20几年了。除传统的艾捷克以外，还有地方木卡姆演奏的刀郎艾捷克、哈米艾捷克，这些艾捷克都是演奏民间音乐，木卡姆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乐器之一。我最后用艾捷克给你们拉一首民间民歌，叫《El Amon》。